iPhone 15来了，你们最关心的信息我已经捋顺了，现在我就来带你了解这个全新升级的 iPhone。 标准版不挤牙膏， Pro 版更大更强，这次的升级力度可真不小。标准版的 A16 处理器灵动岛，三星 E7 基材屏幕，4800万像素主摄， USB-C 接口等等，应有尽有，让你的使用体验更加顺畅。而 Pro 版更是加大升级，采用新一代 A17 处理器，搭载索尼新传感器的4800万像素主摄，再加上 Pro Max 新增的潜望式长焦镜头， 8GB 大运存和更窄的屏幕边框， iPhone 15 Pro Max 比 iPhone 15 Plus 屏幕尺寸略大 0.1 英寸，但机身尺寸却相差无几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 iPhone 15系列终于兼容了广泛使用的 USB-C 接口，跟家人的安卓手机线通用，出差或旅游也无需再带一堆线缆了，直接一根 USB-C 线就可以统一手机、平板和笔记本等一大堆设备，别再纠结了。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新 iPhone， 快来买买买吧。